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在这一个国庆的周末，我们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想到主，你是历史的主，你也是掌管宇宙的主，历史都在你的手中，国家的兴替也都在你的手中。我们为着你祝福这个国家来献上感谢，特别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要为美国来祷告，求主你祝福这个国家，把先人敬畏神的精神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来复兴起来。谢谢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透过敬拜，让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得到当得的荣耀。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是美国国庆日周末，在这个周末当中的主日崇拜里面，我要用公义使邦国高举作为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主题，也就是我们信息的题目。那首先我要先来读一段大卫王他在他临终的时候所说的一些话语，大卫末终的言语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23章，我要读第三节到第四节。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都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这个大卫临终的话，也就是他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所讲的这些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却能够充分的反映出大卫的生命当中耶和华神是占何等重要的位置。他在临终的时候仍然紧紧的抓着神与他所立的约，这个约是永约，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呢，他相信他受到圣灵的感动神对他来传达一个信息，一个治国的君王到底是要怎么样做才会讨神的喜悦，并且获得神赏赐呢？刚刚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就启示了我们这段经文最重点在这里，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很接近里面是说要敬畏神执掌权柄要敬畏神以公义来治理人民所以这就是配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公义使邦国高举。那么在一个君王如果按照上帝的指示来做的时候，会得到什么样的报答赏赐呢？他用形容，用日光跟雨水来形容这个景象就是说透过阳光和雨水带来的祝福，就好像大地大自然获得的滋润一样。大卫在年老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就是上帝的公义，所以大卫一生呢，他经历过神的保守，他虽然曾经犯罪，但是他真心的悔改，所以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上帝的看顾没有因为他的不完美而减少。神的公义在于他的信实，神所承诺的永不改变，而大卫也看到了他拥有的权柄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所以上帝是他王权的最有力的建筑，因此他不得不敬畏上帝。我们知道作为一个领袖，他必须要看到神的公义，所以在这段大卫临终的话语当中，我们发现这就是他留给以色列百姓以及他的继承者他儿子所罗门王的遗产。而这个遗产不是权力，不是财富，乃是属灵的遗产。一个完美的领袖从今天我们所读的第四节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描写刚刚我提过，就像早晨的阳光以及雨水。我们说的阳光跟雨水两个加起来一起要创造大自然这个生长的奇迹，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领袖。领袖就像雨水滋润我们，就像阳光温暖我们光照我们一样。
那么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他按公义来掌权的日子，上帝这番话来证明绝非虚言。根据圣经里面的报道，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士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下怎么样呢？安然居住。也就是说，所罗门王在治理国家的期间，百姓都是安居乐业。从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五节可以得到印证。所罗门王他做王四十年，他到底有什么治国之道呢？我们从圣经上没有直接的看到说他在历史上他的治国之道到底是什么。可是在他治理以色列国的时候呢，那个年代他既然能够把疆域扩张成为以色列历史上占有最大领土版图最大的时期，就是在所罗门王执政的当中。那时候呢，可以说是国威最辉煌，富甲一方，所以他一定有治国之道。他那一套治国之道到底是什么呢？虽然圣经没有明显的记载，但是从所罗门王他所写的箴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箴言里面所说的这些治国之道，我们相信是他终身践行的治国的一个标本。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用了三处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来分享。那么第一处的经文呢，我们请看箴言第十四章三十四节，圣经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这个公义使邦国高举，就是表明一个国家是建立在公义的根基上。这个罪可以毁坏一个国家，义可以让一个国家兴起。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正在一天一天的把这个正义把这个公义怎么样呢，消失掉了。我们看到的尽是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好的官下台，那些逢迎拍马屁的人呢就上台，那么政商挂钩贪污舞弊的事情处处可闻，商人被绑票，妇女被性侵，财团呢炒地皮股票，善良的百姓都成了待宰的羔羊。在这种公义逐渐丧失的社会里，社会的制裁力更见薄弱，大家只求自保，不管其他的事情。那么社会呢，已经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坏人呢占尽了优势，然后大家呢都是畏首畏尾的，不敢伸张正义，不敢去谴责坏人的事情。为了保平安，我们只好委曲求情，向他们下跪。箴言三十一章第九节说，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辩屈。这段话是谁说的呢？我们看了箴言书三十一章要结束的时候，最后的一章，这章呢是一个王叫做利木利勒伊勒王
他的母亲教训儿子怎么样做一个王啊的箴言。那么在这一段作为母亲啊教他儿子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国王的劝勉里面啊，他就是重点就在这里，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不谋而合，说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人呢来辩屈。我们知道利木以勒王的母亲，他说出了一个君王啊应该做的事情，他对他的儿子的劝诫就是说，第一要小心，要戒酒，小心酒精，因为酒能够让一个人上瘾，而失去了判断力，失去了判断的能力。那当然，他的母亲知道，作为一个国王，难免有很多的压力，但是不应该用酒精来宣泄，而是应该要仰赖神，因为神才是能力的源头。相对于一位君王，这个口啊，也就是说嘴巴，不是用来喝酒的。君王的口是应该用来伸张公义，按公义而施行审判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主题不是讲吗？因为公义使邦国高举。上帝的治理是以公平和公义为他的宝座根基，所以呢，一个国家的国运是否能够真正的长久，并不在于这个国家的物质丰富累积，也不在于军事力量的扩张，更不在于科技先进的发展，因为这些事情都救不了一个不义国家的命。就好像一些无神论者，他们认为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他们奉行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哲学，以为这就是世界的规律，其实是完全错误的。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知道神的公义是永远存在、不可撼动的。从历史上我们看到，凯撒大帝无法拯救罗马帝国，尽管罗马帝国盛极一时，最后终于灭亡。拿破仑尽管他的军事才能超人，很少有对敌，也救不了那曾经称霸欧洲的法国，更不要说希特勒了。他带领德国使用当时候最先进的科技，组织了最有精力的民众来疯狂的拥戴跟随他，最后还是正如耶稣所说的，动刀的必倒在刀下。什么是公义？古今中外都有不少的文献提到公义这个名词，论是它来定义它，莫衷一是。但是总的说来，简单来说，什么是公义？就是正确的事情，或者说是合乎正道的事。那接下来我们要问，那什么是正确的事呢？什么是合乎正道的事呢？有谁能够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事？有谁能够判断什么是合乎正道的事呢？难道是哲学家吗？是政治家吗？是社会学家吗？
是伦理学家吗？是社会的精英吗？是国会议员里面的议员吗？还是全民来公投，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其实公义就是遵行神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与典章，按着诚实来行事，也就是圣经说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不是按着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广义来说，公义就是合乎神旨意的事情。那公义的准则是神的诫命、神的律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的经文，来配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谈到公义的事情。在箴言第28章的第二节，圣经上说，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呢就必长存。什么叫做君王就多更换呢？这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局非常不稳定。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这个皇帝轮流坐庄，根据统计啊，中国呢一共有83个王朝，那有559位，有人说是611位的皇帝。那么这么多的皇帝里面，其中一半都死于非命，怪不得啊，有人说中国啊，这个风险最高的职业就是皇帝。为什么在中国，就像圣经所说的，君王就多更换呢？显而易见的，因为像那个项羽啊那样，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说彼可取而代之，这个观念很普遍，也就是说认为所谓大丈夫就应该有当皇帝的雄心。但是当皇帝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当项羽讲出彼可取而代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注意他讲这句话的背景。那时候他是看到秦始皇出来东巡，他看到皇帝出巡的时候呢，秦始皇东巡的那种壮观的景象之后，才讲出这句话。看到秦始皇出来东巡，车马开道，所有的百姓所有人都要趴在地上来瞻仰皇帝那种威风八面的感觉、的感受。所以项羽那时候很年轻，就讲出这句话：“彼可取而代之，我也可以代替这个秦始皇啊，有一天我都可以代替他。”所以彼可取而代之，也就是说皇帝本身没有什么值得可以尊重的，皇帝的宝座任何人都可以抢来坐一坐，过过瘾，只要你造反成功就行了。所以呢，那么皇帝本人也好，皇朝制度也好，就没有任何值得尊重和维护的价值，也就是说没有人需要遵守这个游戏的规则。皇帝可以胡来，有野心有能力的人
也可以贸然取而代之。我们知道一个不遵守规则的社会，或者说是这个社会的规则，社会的法律本身很不道德，也不值得来尊重。因此就变相了，让所有的人都习惯破坏规则。所以有些国家经常更换领导人，因为人民觉得他们无能腐败，所以就发起运动要求更换领导。但是新的领导上台上任没多久，人们又开始不满，于是又来一场运动来推翻现有的领导。但是经过这样几次的折腾，国家的情况并没有好转，不论是政治、经济、治安，都是一日不如一日。其实从圣经上可以找到答案，一个国家不稳定的真正根源是什么？就是这节圣经所讲的，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国家不稳定真正的根源就是这里所说的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其实这就是北国以色列的写照。我们知道以色列分成南北两国，那北国呢一直动荡不安，不断发生杀国王篡位的事情，所以这国王呢的更换呢就非常的频繁。自从北国第一个君王耶罗波安铸造了金牛犊要以色列百姓来拜的时候，自从耶罗波安以后的每一个以色列王就一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使以色列人陷于罪里的罪，惹耶和华的怒气。所以呢，以色列王在位的时间呢，你看一看啊，每一个王啊，几乎说来啊，普遍来说呢，都不是很长久的。所以圣经说，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所以以色列北国的这些君王几乎普遍来说在位都不是很长久的，其中有一位在位的时间最短的那个君王叫什么名字？考考大家，上过成人主日学的应该知道，叫做新历。这个新历这个国王在位多久呢？只有七天仅仅七天。我们看到北国的君王不断的更换，国家依然一片混乱。为什么？因为国内的罪恶滔天，不蒙神的祝福。所以呢，北国以色列在200年的历史呢，一共换了9个王朝，而每一个都像第一个一样，都是用从谋杀篡位得来的这个王位。但是我们看看南国犹大，因为大卫的缘故，犹大国虽然经历了三个半世纪比北国还长，北国只有两个世纪，南国有三个半的世纪，但是却一直只有一个王朝，大卫的宝座。
只有一个王朝。最后我们再来看第三处的经文，第三处的经文记载在诗篇三十三篇十二节，大家非常熟悉的，以耶和华为国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百姓的那民是有福的。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一个真正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上帝一定会祝福。我们以美国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知道美国起初是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一个国家。华盛顿总统他曾经说，要治理一个国家，没有上帝和圣经是不可能的。要治理一个国家，没有上帝，没有圣经是不可能的。在美洲第一个殖民地维吉尼亚州的一个Jamestown詹姆斯镇里面你知道第一栋的社区建筑物是什么呢？就是教堂。他们到了这个镇，第一件事就是把教堂盖起来，建立教会。还有呢，1777年这个美国大陆会议投票决定要用30万美金购买圣经，来送到全美国的各地区。而且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他也是美国圣经协会第一任的主席，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在西南山上所颁布的、所赐下的律法，不仅仅是今天社会和市政的规范，也是道德和宗教的规范，是人类社会存在不可或缺的法律。可惜好景不长，当人在安逸当中，就漠视国家蒙受上帝大恩典的原因呢、的根由呢、然后呢就抢购纳屋，容许无神论的世俗主义，乃是撒旦魔鬼的诡计伎俩，然后呢就挑动人们自大骄傲，然后不信圣经是神的，不信圣经是神的启示，相信人宇宙是进化来的，所以世俗主义的魔爪，这个魔掌也伸进了美国的学校，伸进了美国的高等学府，伸进了法院，伸进了政府，好像洪水猛兽一样，无孔不入，一发不可收拾。利用宪法修正案，那个政教分离的律法作为挡箭牌，来排斥基督教，实在是令人痛心棘手。所以呢，一个没有以上帝为神的国家，就没有从上帝而来的真爱，因为神就是爱，没有以神为国家的治国的一个基础的话，就没有上帝的爱，那么人们行为的准则就会失去道德的底线，那么精神的生活
也会失去了正确的方向，人生的价值观呢，就会随波逐流，难免就会出现道德滑坡，精神颓废，然后陷在利己主义的洪流当中。所以在这个国庆的周末，我要借用这个机会来呼吁大家，要紧紧的记住，紧紧的牢记，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百姓也是成为神的产业，神所宝贵的。那我们知道国是由家、由百姓、由人民所组成的，所以呢，以神为国的那国是有福的，必须要先以每一个人以神、以上帝为神的那个人就是有福。所以以耶和华为神，那个人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那个家庭是有福的。我不晓得你今天有没有带领你的一家人来归向神，来侍奉神。以耶和华为你的神，你就有福的；以耶和华为你家的神，你家就有福的；以耶和华为一个国家的神，这个国家就有福。希望在这个国庆的节气当中，这段话再次的提醒我们，这句话再来警戒我们。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再来对照人类的历史，就可以印证你的话语永不改变。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话语就是真理，就是道路，是生命。我们感谢你透过先人，他们以耶稣基督的爱，以神的话语，以敬畏神的精神来建立的这个国家。因此这个国家在整个全世界当中是最蒙祝福的。但是如今我们看到属灵的征战进来，我们看到恶者的势力在这边搅扰，求主你帮助你自己的百姓能够站立得稳，在这个幕后的世代能够用神的真理，用属灵武器来迎战，来打赢这场属灵的战争。愿主你在这个国庆的假期周末当中，我们再一次用你的话语彼此的激励，也祝福这个国家。愿你继续的让我们能够把先人的爱主的精神能够发扬了下去。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再来唱回应的诗歌。Thank you.
站立来唱三一颂，我们要结束今天一起敬拜的时刻。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永远。阿门。谢谢主，愿神保守我们的家庭。